阿爸天父，孩子，谢谢主给我这样一个机会，给我这样一个职分，能为这些人施行洗礼。天父，恳求你让他们在接受洗礼的时候感觉到的不是人在为他施洗，乃是耶稣亲自为他施洗，圣灵亲自为他们施洗，让他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天父，我们需要你的同在，求主帮助他们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孩子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好，林明亮，那个我们的确这里不像教堂哈，所以没关系哈。好，林明亮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基督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享受天国的恩典和福分，从今到永远。你不离开主，奉耶稣名祝福，阿门。林华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基督，也归入他的教会，让你的人生不再一样，因为你有耶稣成为你的好牧者，引导你的前途。求主帮助你紧紧的跟随耶稣，奉耶稣名祷告祝福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